对啊，我感觉我已经把效能开很低了。我问他们拳头公司，他们说，哎，没有人有这个问题啊，那就表示我这台是机王啦，我这台是机王。他们说，哎，有很多 iPhone 12用户，但也没有人像你有这样的问题啊。SVP 是啥？输了的时候你是你们那队最糟的，就是 SVP。怎样能比赛？你去激斗峡谷官网看呢，报名就可以比赛了，应该吧？对啊，可是只有一个是素人可以打，另外一个好像应该是职业玩家吧？应该是邀请俱乐部的。你们是还没报名吗？还没报名呢、啊？我们人选还没找到的，少一个打野啊！我正在物色强力人选，我们不要进去吧，我们打拉打。打拉打的话，那就来个飞机上路。啊、造型，我给忘了呵呵，不好意思啊。Maple Snow， 该不会是我认识的那个 Maple Snow 吧？牛哥去了对面啊，牛哥，你确定是 Maple Snow？ 我不知道，他们都很喜欢乱取。刚有一个 HQAN 啊，那肯定不是周俊安的。这场都台湾人拼就回到16、27了，真的可以反蹲是这个意思吗？是反蹲这里吗？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。牛哥凶啊，牛哥！被砍爆啦，队友！什么意思？怎么直接开大了？为什么要补这么些？没看到，该不太以为荣耀出了吧？还没啊，太早了，风之血太早了。点燃换光盾，再搭一个大绝。用不用一？好稳！这么会猜？推了一波兵马上过来。还没在下路，应该是去了。上头了，风之血！我靠！我不要！哎，阿里发疯，阿里发疯！阿里怎么又发疯了？阿里，你伤害你不知道阿里的伤害有多可怜吗？这是英雄，别乱闪，先上去啊！你不该玩辅助，那你要玩哪？还能够蹲点。Stolen the dragon。干你演员吧！给我 Q 风之血，
敢不敢？给我几百滴不吃。想不到我后面有个露露吧？想不到吧？丢他妈的！没事没事，各位，这把还有一个大哥在这里，中野倒了没关系，我不是他，我只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个塔看起来傻傻的。开烧开烧！牛哥这么凶吗？居然是水银。千算万算，没想到他有个水银啊，菜到不能只吃。我就菜，那个卓哥很烂，我感受到了。他 ID 还叫卓哥带你上分，带对面上分。卓哥证明自己了，卓哥。卓哥开了一波好，阿里也是很烂。牛哥发疯了。他们前面二打二不知道怎么就爆了，我来看一下回放，看他们前面那波二打二谁在雷。有些时候他演不演你是真看不出来，就可能他真的烂。开烧！啊！散漫了。再添一颗，最开心的环节到了，开始稽查。这谁的问题？清道是可以秒的、欸，其实清道应该是可以秒的啦。阿里没清到，阿拉夫先闪嘛，看能不能回，能不能倒退路啊？可以倒退路吗？怎么可以没有倒退路功能呢、啊？只是菲艾他没闪现，才刚过去，也是有点，也是有点有种。看，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有问题。不知道玩阿里这种笨兽脚啊，一场都没玩过，直接练脚练起来，直接开雷。